不过你放心，这个人我可以保证。经过这么多年来对他的考验，他也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。这里面的曲曲折折，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。总之，我们是信任他的。信任，对于他来讲，太奢侈了。 渡边叔叔，佩佩，渡边虎，慕白俊，你是在欺骗我。对魔鬼讲信义，乃是愚蠢。住手！住手！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想起来了。 他在来我们这儿的时候，我们曾经也怀疑过他的来意。他说，他欠下了一个朋友的债，他想用行动来赎罪。你最好告诉那个渡边红，我回来了。钟营长，冷静一下。其实渡边红也是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做过大量的工作，我相信他。 是真心悔过的，是可以信任的。我是担心他突然遇见我，会露出什么马脚。啊，明白。钟营长，那您……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自己的任务，但是对于他来讲，我要在信任后面加一个问号。 鬼子宪兵又在抓人了，他们是在做垂死挣扎。他们只能在城里耍威风了。现在鬼子日薄西山，兵力大减，各条战线都在收缩。现在，他们还需要抽调部队去华北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小鬼子现在就像是被刺刺中的蚂蚱，他们想转身拔刺。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。什么？你想跟他们决战？用一个营去对抗一个连队？不，这场决战不是在战场上，而是在心理上。松山只是他的肉中刺，平邑城正面的马家台才是他最大的防御重点。虽然现在还不到决战的最佳时机，但只要我们做足了围魏救赵的戏，他们就不敢转身拔刺。哦，你确信你有这个把握？ 这场仗比的就是心理素质，我会让团部派出小分队配合我们实施计划。目前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鬼子实验室。啊，放心，我们已经安排梅医生根据中毒病人的资料进行查找工作，同时也搜集到了一些材料。但这一定要谨慎。啊，对于厨房的打击，我们必须一击而中，敌人绝不会再给我们第二次机会。 这个我们有把握。那个厨师因为失误中毒，自称是大学的化学教授，到医院就医。梅医生在治疗的过程中与这个人建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。啊，小姐回来了。赵叔，我父亲呢？啊，老爷在上房。 老爷，您真有眼光！您看这衣服的料子，这做工太好了，真是太漂亮了。老爷，下月我生日，我也要一件，要一样的。衣服做好了？对呀、啊，太漂亮了。<笑>真漂亮。嗯，咱们的珍珠项链送来了吗？早送来了，特漂亮。<笑>就是钱柜的也没边儿。<笑>那是自然的，不然怎么配得上我的小公主呢？啊，这事儿啊。 先别告诉梅梅，给她一个惊喜，啊！她是您的小公主呗。<笑>女儿永远是爸爸的小棉袄啊，跟孩子你比什么呀比？老爷，我不是跟她比，可是您太偏心了，您就知道您的女儿。父亲，我回来了。
梅梅，我们家的大衣裳回来了。梅梅，来，你看看，新给你做的生日礼服，喜欢不喜欢？父亲，我衣服已经很多了。傻丫头，你不记得这几天是什么大日子吗？七七事变，国耻。你怎么往这上头扯呀？ 中华浩劫，我们中国人不应该牢记吗？梅梅，后天你生日，全城的人都知道，你爸早早就给你操办了。哎，梅梅呀，一转眼就成了大姑娘了，今后可要听爸爸的话，不要四处乱跑。这世道不太平，要注意安全呐。要我说呀，你在医院的工作。 就把他辞了算了，咱们家又不缺你挣的那点钱，你说呢？都做了亡国奴、顺民汉奸，我们这个国家就太平了吗？哎呦喂，合着我们这一天忙里忙外的，倒成了亡国奴汉奸了。嗯，梅梅啊，我只是个建议，又没说不要，以后。 爸爸再也不干涉你的事了。爸爸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。我有个提议，你可千万不要拒绝。这次啊，我们想给你热热闹闹的办一个生日舞会。我和你继母，想给你办一个舞会，很多看着你长大的叔叔阿姨都会来为你庆祝的。 啊，对了，把你的朋友和同事都请来，怎么样？什么舞会啊？什么叔叔阿姨啊？不过是您那些达官显贵的汉奸朋友。你？哦，对了，还有日本人。哎呀，梅梅，我的同事和朋友一定不会来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绝对不会向侵略者卑躬屈膝。那，梅梅。 你别太过分了，你爸忙活了一天，你连个谢字都还没说呢。哎呀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怎么了？合着我天生贱命，我还不能说话了？哼，梅梅啊，爸爸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好孩子。父亲，这不是志气，这是骨气。 是我们做中国人应该有的骨气。爸爸只是个商人，这是个希望家庭幸福、希望自己的女儿快乐无忧成长的父亲呐，这难道还有错吗？那您敢说您没有跟汉奸和鬼子勾结吗？您敢说您的所作所为都对得起国家、对得起民族、对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吗？ 梅梅，有些事也是无奈为之。你还小，等你久经世事之后，自然就会知道，你爸爸在这乱世中争得一份安康富贵的艰辛呐。就为了这安康，为了这个富贵，所以您就要摒弃良心，下贱的给日本人做狗。 做奴才吗？你，老爷，您别生气，这话生的多不值啊！梅梅，你在共区的事情，咱们千瞒万瞒，可是共产党八路军对你怎么样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咱们没有回头之路啊！ 今天下午日本人来医院闹事，我实在是心里有气。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？他们知道我是您的女儿，都很尊重我。
妹妹，爸爸也是。总之，妹妹，你是爸爸的一切，爸爸不会让你受任何痛苦，爸爸一定给你个最好的保护，最好的生活，妹妹。 我休息了。好，你去吧。 真是费力不讨好啊！就是你多嘴。 我怎么了？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是梅梅医生吗？啊，我是张根呐。张教授，好久不见，现在身体好些了吗？您出院了之后，我一直挺担心的。 那就好，平时您还是得多注意休息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哦，对了，过两天是我的生日，要办一个舞会，如果您有时间的话，我想邀请您参加。好，我一定会去的。那我们保持联系。好，再见。 安静地消失在这美丽的夜色中。小妹妹，不怕啊，乖，他们都是坏人，你不害怕，乖，啊，哦，不要怕。 尽快处理掉尸体。嗨！你看，能不能？各位，请留步。 你们俩到门口盯着点。哦，是。怎么样，阁下？要不要出去召见他们一下？挺可怜的，天天来，连坐也不敢坐。就是让他们等着，要不怎么显出伯爵的气派啊？头头，刚收到军分区的回复，上面同意了我们这次的行动计划。 雷子和小光率领小分队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往预定地点赶过来了。照相影那边说，梅医生那边有出房的消息，还发了请帖，邀请大家参加他的生日舞会。好啊，好事成双啊！都精神点。 听命令啊！都拿着点，谨慎了啊！看见了吗？他们总共有四个人，都稳着点，别闹动静啊！哎，林哥，哎，太君，老总，哎，老总，您辛苦了，咱们啊是去省城送粮食的，来，您看看，哎，您辛苦，来，老总，来抽烟，来，来抽烟，抽烟，老总抽烟，来。
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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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太君，什么？你好，咱们是去省城送粮食的。对对对，咱这批货是大日本锦衣伯爵的货，在这等着宋省城上火车呢。嗯，去看看。嗨，辛苦辛苦啊！锦衣伯爵，对对对，就是伯爵大人的。来，您抽烟抽烟，我给您点上。 很谨慎啊，哨兵布置的这么远。部队已经连夜出城集结，相信悄无声息，没有走漏风声。杜边军，锦衣明川伯爵那里有什么消息吗？哦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我去拜访过了。不过，连伯爵阁下的面都没有见到。他的人说，伯爵阁下这次大驾平邑城，只是 私人行程，巡查与东亚商行的合作项目。伯爵阁下好像很低调，他不愿意和当地的那些军方打交道，但他似乎并不介意东亚商行四处宣扬他们的合作，以及他的大驾光临。现在平邑城路人皆知帝国的一位伯爵驾临了 平邑城这么偏远的地方，真是奇怪。伯爵阁下这是在帮我们。现在战局混乱，他以千金之躯，光临平邑城这样偏僻的小县城，勇气可嘉。连那些对帝国丧失信心的侨民，和那些想另投靠山的中国人，对大日本帝国皇军必胜充满信心。是的，伯爵阁下这次的到访。